哎，等下是佛跳墙啦！老板，你要多大那边要订1000个铁花？哎，按，可是我们不够人手嘞。找多一批人来做，给说明价钱啦！哦，OK，好，是的，老板。老板，你叫我订的酒楼满座了。喂，我这个饭局很重要的嘞，现在打给他经理，book 最贵的菜，我一定要房间。老板，明天我妈妈生日，我可以拿 off 吗？现在公司这样的 project，现在还是忙着另外一个。你跟我做完这个可以吗？饭什么时候都有得吃了，赚钱最重要嘛，对吗？Hello，你在哪里？我现在跟大东吃饭哦。这天是什么日子嘛？我们周年纪念呢。什么事情哦？嗨，你还只是这样的啦，我们赚钱比较重要。来。你每次都喝到这样醉，哎呦，值得吗？来喝。阿妈生日快乐！哎哥，妈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。来啦，干杯啦！你在哪里？你知道今天是妈生日吗？我们全部等你吃饭回来切蛋糕哎。我在跟大豆吃饭。你有没有搞错你？你去载阿哥了吗？哎呦，我刚才开会，我忘记了。你有没有搞错？你要放学你都忘记？妈咪，我考试拿了100分。哇，等下爸爸回来看，他一定很开心哦。是咯，我要等爸爸回来。是哪个拿100分嘛？哎，师妹，拿去买礼物奖励他一下。阿多哦，中风哦，死掉了咯。就这么快？听说哦，他头有一点晕，跌倒，这样就去世了。哟，什么时候？可怜，可怜哦。哎，你 OK 吗？Bro，你这样长期喝酒跟抽烟哦，你应该要去 body check up 一下了。医生，我有什么事吗？刚才我们检验出来，你的肺有黑点，我们怀疑是癌症。可是详细的报告你要等下个星期。你的肺并没有问题，只是普通的细菌感染。帮我推掉他，我跟家人吃饭。